12年的一品大厦位在黄金东区，住着连战、庾澄庆与国泰集团大阿哥蔡成南等政商名流。近期罕见的出现法拍屋，根据司法院公告，遭到法拍的是7楼住户，一拍底价为1.17亿元，不拆算车位，每坪超过110万，明显高出行情。预计7月17号执行法拍。我们认为第一拍应该没有办法顺利去出脱，相较于一般的一个法拍，可能是在银行端有一些其他的债务造成的一个法拍。那这个个案来说的话，是关系人之间可能提起的一些诉讼的一个争议。根据地籍资料，债务人为后生集团第二代徐姓董座，申请执行法拍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有姐弟关系。从2008年起，该户不断出现查封、假扣押，市场解读非单纯的法拍案例，而引发家族争议的徐家二代，父亲是板桥大地主，坐拥大半新板金华区土地，曾与林本源家族、基隆严家与中信孤家等传产大家族齐名。后生他是做橡胶其他的产品，比如像雨衣、雨鞋这一种的起家的。那以目前的市况来看，他就是比较稳定，所以呢，其实利用这一些手上的这个庞大的土地资产，进行一些土地再利用的开发。那么在整个公司的发展上面，能够让一些相关的净值能够获得提升。曾经是台湾打造雨鞋、雨衣王国的推手，后生从早年橡胶、塑胶两大事业体发展到第三代接班，积极转型为土地开发商，营收占比过半。本业橡胶、塑胶事业也没放弃，转攻高毛利产品，集团获利稳定，朝向精致资产股发展。三立新闻张华轩、李文台报道。